耶，生娃了，生娃了。生娃了，儿孙满堂，我是一个有子孙福的女人。大胖小子们，一个接一个，就是每天都在生娃，计划生育要来抓我了。其实你有没有觉得，这种换一个环境，虽然就是咱们也没出门哈，会感觉心情会好很多。吃李子。哦，啊！酸的我神清气爽，肉很多。6点钟，我们今天把视频搞完了，现在才出门。我感觉重庆，我们这次来重庆完全就是开了个房间剪视频。现在要去解放碑，怎么又想逛街了？买米当卡，买米当卡。出门吃晚饭，夜生活，夜生活。对，吃完晚饭再回家。剪视频，对，我们现在到了解放碑，我们今天总算过江了，昨天都没有过江。嗯，这块感觉很繁华，但是是那种老城的繁华。是，我还闻到一股那个洗剪吹的味道。但是我觉得重庆和那个成都都挺好的一点，就是一旦有可能是夏天的关系啊，你就出门，你看我现在就开了1/3的亮度，就好亮哦，脸。是不是？就感觉太阳更大一点。前几天不是列了个 flag， 就是我3天不喝酒吗？然后我3天不喝酒完了以后，我那个肌肉不是变得很明显吗？哇！我现在刚才我在纠结，这么热，我要不要来一瓶啤酒？想想，哦，算了，不喝了。为了肉，喝点水吧。这边我看到了，我们今天来吃一个叫人吉老砂锅的店。哇，我一定又要被我的一个老板说了，姐，你天天在这顶灯下面闹啥呢？炸双皮奶，凉糕跟冰粉都来吧。红桥58。Drinking Miller, that's what we do. No more beans and rice, chicken flavor, noodle soup. Young black.
like starving in apartments made me feel funny. Heater broke, mama got the stove burning. Trying to warm her youngest, working with what she had. Thank you, mama, for always being down. 迪迪把我带来了一个很神奇的地方，我严重的怀疑他要把我卖了。但是你卖了我真的可以，你让我先上个厕所，我现在快被尿憋死了。哇，新加坡真的很神奇。姐姐骗我们，我跟她说9点钟过去，她门关了。我被无情的伤害了。往前走走，她完了，前面是不是有个小酒吧呀？只续住一天的，但是今天我们晚上突然之间 get 到了重庆的魅力，所以我们打算再在重庆玩2天再回家。所以我本来今天呢是要录什么川渝之行的一个感想的，这个感想过2天再录吧。我要去健身了。你最近有没有发现，我就来这块之后，这痘痘都比以前少，太湿润。对的，而且你看我吃了这么多辣，我也感觉我皮肤好像，我这2天身体乳都没有怎么很用心的在抹，就感觉皮肤还是滑滑的。你这2天其实可以用用看我那个金盏花精华，就是对那个痘痘是有用的，你知道吗？我跟你说，它里面的那个金盏花精华，还有什么药树葵精华，还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等一下，
所以他最后一个什么来着想不起来了，突然那个成分就是能够抗你皮肤里面的炎症。等一下我一定要把那个成分想起来，药属葵精华、金盏花精华，然后还有一个，哎，我那个背了好多遍才背下来的，这个确实是挺好用的。那个就是这边的天气湿润，你可以把你的皮肤里面的毒素稍微的清一清。我这么讲话，刚才跟你讲完那个方言，我这会儿突然之间有点搞不回来了。你可以用两天试试看，因为就是看你如果就是你的肤质 OK 的话，你就拿去用，反正你的水也很多。什么东西？不好意思，我怎么又骗了他？没有想到那个层面。比如说你不是经常在用安利吗？但是它几种护肤品你一定要就是隔开来用，对的。像我有一段时间我疯狂的迷兰妹儿的那个面霜，然后我用了好多瓶，现在一点感觉都没有了。所以就是你一个产品，第一、第二季度是好用的，你到第三个季度就不一定好用了。而且它每个产品啊，我真的发现粉底液也好，护肤品也好，你在每个地区的感受完全不一样。哦，我在韩国用香缇卡的那个粉底超级超级好用，到了成都的时候，一天我用了一下，暗沉的不得了，暗沉的快要比我的身体还暗了。Bobbi Brown的那个虫草粉底液，哇！我当时在上海的时候，因为觉得我自己的皮肤屌炸天了，你知道吗？天哪，这什么神仙粉底液？然后到了韩国以后，哎，什么情况？哎呀，讲了这么久了，心里那个啥也做好，我该去健身了。哎呀，我今天的50个俯卧撑还没有做。哎，有人这样子就是过去了，你知道吗？就是我们那些都是有很多困扰自己的东西，有些是已经，我估计我弟弟也要崩溃，是已经发生的事情。自己给自己带来很多困扰。哇，我爸在跟我打那个电话的时候我差点睡着，后来我在剪这个冥想视频的时候又差点睡着，这会儿在给我弟弟翻译那个字幕的时候我又有点困了。不行了，不要用这种。그런 순간에서 좀 더 내가 하는 그런 수단이고 방법이고 마음속을 괴롭히는 것들이 있는데